Tempest 成员张贤士曾和泫雅合作 Trouble Maker 人气飙涨，2021年离开 Cube 后，目前以全新艺名 Able 重新出发。然而近日他登上了网络节目，聊天尺度似乎变得超开放，玩起真心话游戏，面对感情私事有问有答，让人看得脸红心跳，像是被问到何时会想对外人炫耀一下自己的恋人。他则说和别人一起看电视时，如果看到女友代言的广告，让他会想炫耀说那是我女友。然而张贤士抽到超猛的问题，黑社丸听过最冲击的话，他犹豫了一下直说，哦，你比平时还小，让一旁的歌手们全爆笑出声，毫不藏私的自我爆料，让粉丝们惊讶不已，真的是尺度越变越大。